大家好，声音呢分成两边，一个是手机，再来，今天用的是舞台，卡麦拉，接了舞台，有点。招架不住，这一台是 i5，i5 呢直接送播出去，送了5组卡梅拉，看一下，1、2、3、4、5。好，5组。好，五组。那那 CPU 呢？CPU 呢？居然呐、居然呢？明啊，不见明了，不在，不见了。好棒！我要另外一个版我本要的另机外一个爪，版本的黑色黑头，色那个黑色头的，那个我也要，这个也那要。个我也要，这个也要。哎，大家好，今天这个直播呢，在这个 i5 的电脑，如何呢，能够5G 5画面的一个输入，然后又不崩溃，又不会死人的一个测试。当然啦，你或许会想说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呢，过去只有。i7 做得到，那么现在呢？i5 呢？是因为这台宙斯电脑哦，让它能够办到1G、2G、3G、4G、5G，5G。这是宙斯电脑的内部。用的是这样的形态，然后收音是逻辑，一颗逻辑的 Webcam，那。哎，Webcam 的收音很噪。再来，罗技的 Webcam 呢，就是会一直这样对来对去，对来对去，忽明忽暗，很明显的哈、哦。大家看哈、哦、，Cam 340，猛猛的大胜很多，赢很多，哦，赢很多。那今天要讲的是这个。把声音送给把大声音家。送给大家。大家好，我是 Boss。那现在呢，这个是叫什么好呢？缺电源。给大家看一下，现在呢，在弄的这个东西叫做直播装备，它多直播呢？
蛮直播的哈。好，哇，差起来，看一下好像又没电了，都玩一整天了。哦，大堆灯，大堆灯，是没电吗？我们呢，先把这个画面呢做一个崩溃处理，让它五个讯号源呢透过一台 i 不用买截取卡，不用买截取卡，直接呢送进电脑。干嘛？崩溃，把它弄到崩溃。哦，这是今天的主要目的，就是来一个崩溃之旅。现在呢，用的是 SCC598 进行呢测试，然后顺便呢，把 M4 的直播全套机呢弄好，没电了。嗯，剩三十。换一下好了，待会要讲整套的。好，等一下先这样啊。你去拿电池来哈。然后怪怪的哈，我关掉一台，现在五台呢有点吃力。好，看一下，一台、两台，罗技的340的，340就是猛，罗技的，罗技的，罗技的。哦，手机总共五台。CPU 92会死哦，会死。CPU 92呢，基本上是在崩溃边缘。我们把逻辑的全部关掉，好，让 CPU 回来，让 CPU 回来。好，现在 CPU 呢，瞬间降到47%， 也就是说呢，一台 i5 呢，它最大承载我估计大约是四台 camera， OK 的，那不用任何截取卡，不用任何截取卡，很顺利的就过去了啊。那么我们换一个电池之后呢，待会就要帮大家弄一个叫做移动直播跟收音，把电池给换掉。那我顺便看一下 M4 呢，现在呢，到明天哈，还有优惠，就到明天，啊，请大家哈。把握把握把握，有人按怒油，好酷哦，是是是，有什么好怒的呢？哪里对不起你呢？哦，是今天在做这个电脑测试啦，顺便要帮一个朋友弄那个 M4 的直播套件，包括广角镜、充电，那今天的这个。设备呢，用的是刚刚哦 ，ready 好吗？不是啦，早就 ready 好。临时加的一个场地。好，现在讲解哈，大家看到这里是一支麦克风嘛的接收器，好，充电的在这边，看仔细哦，这里充电，然后送到 V20 里面 Type C， 那么就。猛猛进行充电，接着呢，无线麦克风直接送进来，那立刻我们切换到这个画面呢，手机的画面呢，跟大家分析声音。Morgan， 帮我设定。
这是跳卡，跳卡。哎，大家好啊。那现在呢？我用的是这个无线麦克风哈，直接透过手机，那么手机再把画面呢送到这个宙斯的电脑里面，然后呢再传到直播里面。哦，大致上是这样的一个运作方式。那今天测试的目的是说 i5 了哈 ，i5， 还有就是说30000多元的电脑，它能够有多大的承载？我们今天把 i5 的这个电脑呢，装了5台 camera 进去之后呢，同时明天就是要进行 4K 的剪接，看看它在 4K 的运作上效能是不是够，因为它有一个 upper memory 的功能哈，可以把这个读取的速度哈提升非常的多。那我现在没有进行监听哈，纯粹就是进行这个测试。宙斯强大 ，BOSS 吃饭吗？哈，徐凯翔，谢谢你哦哈。那最近呢，体弱多病哈，体弱多病。那么宙斯强大，好。接着呢，要讲解就是这个麦克风哈，它发射进去之后，是不是能够顺利哈同步？你帮我确认一下声音是不是同步？现在嘴型，好，有没有同步哈？好，蛮同步的哈。好，那再来我确认一下距离，你听好，我距离，你手举起来哈。那现在距离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大家好，我是 BOSS。啊，人讲一命二运三风水，四靠运气五努力。做人做事呢，顺利精神啊。做人做事顺利精神。啊，即马阁有声音无哈？来，我即马一直退哈，哦，一直退，一直退，一直退，退到无路可退的地步。啊，再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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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大家好，我是 BOSS。现在不断的进行声音的测试，现在大概距离已经大概有20-30米了吧？好，我就绕圈圈，圈30米左右，20米左右，然后还有声音吗？哈，这么厉害啊？没有了哈。最少插了4-5道墙啊，声音又回来了吗？插了4-5道墙，我们才把声音给弄断哈。紧接着我们就是走路。走路要做什么事情呢？现在跟大家报告这只手机，啊、哦，拿给我们哈，我看会不会 take 啊？声音啊，这样有 take 吗？嗯、那铝梦声音就没了。那铝梦声音就没了。没有，铝梦你要关掉，因为肛门是对这样的。好，那我们再 take 回去嘛。对。声音就有了。好，声音 take。好，跟大家解释哈，这边我来。首先呢，整个机器的架构包括了怪机师的配重，好，这怪机师才有，还有这个配电线，这怪机师才有，好，这都怪机师的。所以你到网拍上买的其他，譬如说电商那边的产品呢，我们这边是没有提供哦，我们没有卖哦。你如果是电商买的话，我们的配重哦就。拜拜了哈，我们就不会，我们配重不见得会给你哦哈，因为这是怪机师的，我们自己定的。那么第一个配重，第二个，M4 用的无线麦克风在这里哈、哦，那么配上去之后呢，还有补光灯，我提你二代补光灯哈、哦。那接下来我去走动一下，看看它的效果。好，现在这声音呢是无线麦克风。无线麦克风搭配的这个我听你二代灯，那我刚刚加的灯我都没有去处理配重的情形之下，我要看看效果如何哈，看看效果如何。那讯号看来还在哈，讯号看来还在。摩根，你可以不把我的画质再设高一点点？哦，已经是最高了，960吗？好。那我刚刚都没有断嘛哈，好，那我的音量你再控制一下哈，那我准备滚远一点哈，我滚远一点。
整个 M4 呢，可以搭载这个的运作的方式很多元啊。那现在我们用的是四机包在直播。我们现在是用四机包在直播。收音很强了，谢谢何黎明哦。TMW 台湾队麦克风。好，我现在走出去看会不会断线了哈。断线你就大叫没有关系，尖叫也可以。好，最少有四到七。声音还在，好。跟大家报告哈，刚刚的穿墙是利用什么呢？哈，这个东西，我拍给大家哈。现在是整个作业的环境，啊，整个作业的环境，灯都是用拉电的。那宙斯这部电脑呢，来负责什么呢？做影像处理。刚刚完完全全就是靠这一支，就是四机包四张信卡的这个机器当做。网路 WiFi， 然后呢，手机就是透过这个 WiFi 进电脑，完完全全不需要拉线。那么我们测试的这个有效距离呢，哈，跟大家报告哈，有效距离呢高达40几米，就是直线呐，哈，直线。那么我们最高记录是，从公司哦，然后讯号居然在那个大楼的外面，我们的人已经走到大楼外面了，居然还有画面回来。这就是说，这一类的产品呢，你如果运用得宜呢，你不管走到天涯海角，你可以透过它打 FTMP 进到系统里面来，秒差大概一秒至两秒半。那如果说是 YouTube 的话呢，可以低延迟到三秒以内，啊，可以低延迟到三秒以内。那所做的这些画面的效果呢，也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明白，就是第一个无线收音补光，再来广角镜。再弄个广角镜给大家瞅瞅。再加个广角镜。好，都 OK 的哈，那整个角就广了哈，配个进来。啊，角度就整个变大。变大哈，好。那 take 进来之后，你会发现就是说广角镜也加了，补光灯也加了，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无线麦克风也加了。那么我们该加什么东西呢？配重我们这里有。再来就是要做下一个动作，叫做行动电源的供电装载以及监播监看。好，行动电源的监播监看。好 ，take。首先这个东西叫做会计师的专用支架啊。我发明的，好，目前呢也只有我们家有，好，先给它弄进去，再来呢，手机监看，你看一下哈，你可以，我们有提供了这个叫做 micro USB 头的充电，啊，这是外购的哈，那这样就能够充电了哈，再来就是监看。我可以把手机这样子透过这样的方式把它装上去监看。再来充电。那行动电源呢？假设这是行动电源，咱们把它装进来之后呢？几个动作要做哈，第一个，行动电源给手机，行动电源给稳定器。那有的人会觉得这样还是不过瘾哈，我们再可以补一个专业一点的蒙蒙补光灯，还可以再蒙一点。这些相关套件呢 ，OK 吗？还有多一个，要不要？灯上来哈，好，灯过来好了，我再去拿一
伸过来会不会倒车音？好，再来更猛的灯上来了。上那个怪手？我不上怪手，不上怪手。也就是说呢，我的镜头呢，同时出现两个位置，一个灯是往那边打，一个灯往我这边打。那如果说你只有一个方向要用，好，我们 take 现场， take 那个手机。哦，那么这样又更专业了，好、哦，这样又更专业了。那如果可以的话，是不是要拍照留给你们看一下呢？哦、是不是夸张了点啊、哦？还是变？我也不晓得。晓得。好，那今天这个宙斯呢，这个产品呢，基本上是捷源电脑，那么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产品。怎么说它辛苦呢？哦，怎么说它辛苦呢？大家都知道，三 C 的产业呢是一个高度竞争的产业。那么这一台居然可以装五台卡梅拉，会过？那，居然跟我那十几万的笔电一样哦，五台能过，但是呢，四台呢能用，哈哈，五台能过，四台能用了，是这个感觉。宙斯哈、哦，会计师呢接下经销哈、哦，希望能把这个直播专用的电脑，好、哦、娱乐串流创造哈、哦，直播专用的电脑带给大家，因为我可以这样讲啦。可以装到四到五台卡梅拉的电脑，这是最新款出来的。目前呢，就这一支办得到，就是它可以用 i5 去做这件事。因为我们之前用 i5 大概两台就挂掉了，有的 i5 居然一台卡梅拉1080它都推不动。那么，那我们最高纪录是推几个1080？刚刚。四台1080啊，我们推了四台1080，你再看一下 Ken One 是不是 4K 的，我怀疑那边是 4K 的。哦，1080，好，那我们跳回 Ken， 跳回340。好，各位，现在这340的画面呢，好，主要就是让大家体验一下340它在这一方面运用上的一个特色。那么把340拉到最蓝。好，没有问题问，我们大致上就介绍到这边哈。今天主要就是要把那个宙斯弄死，可是宙斯是万神之神哈，神一神还有一神神，他是神的老大，所以宙斯呢就醒了就对了，我刚好醒了。哦，以一个 i5 39000元的价格，他居然能够 oh my god 弄出了五个画面来，不会死掉，哇，这就是不可思议哈。那效能的处理也相当的不错。再来，现在所使用的这个装备是四 G 包啊，四信卡四 G 包，四信卡四 G 包呢，啊，在现在的直播串流来说呢，用也没用掉多少啊，用它一点点而已，只用了它大概9枚而已。那我现在所打的讯号是这样哈，YouTube 跟脸书都有打嘛，嗯。我 YouTube 打的是 1080D 延迟，嗯哼，然后 RTMP 呢是 FB 也是打1080，我两边都打1080，但是呢有运气通，有一次运气不错、哦，真的是碰到1080的直播有，啊、哦，但是后来就再也没有了，都回到720。我虽然送的是1080的直播，那为什么两边都送1080呢？我就是要让宙斯挂掉，结果呢？它似乎都维持在62/77的这个使用百分比来讲，表现相当的不错，还算不赖。那你们会问我为什么一直往我那边看哈？哦，晚来的不知道。我们把这个镜头调到那个画面去。好，先调好，再来调镜头，调到那个自拍镜头。那么一台手机可以有三个镜头哈，可以三个镜头可以调。Back 跟 From， 好 ，Take 过去，好，让大家了解一下呢，那个什么的情况哈，就是说它镜头是可以做切换的。好，那再来就是穿戴式哈，穿戴式，
我光四分之一孔架，好，切到那个340。好，340帮我 close 这一块就好了 ，close 这一块。那也感谢一些那个台湾的一些三 C 业者哦，愿意为我们处理一些特殊规格的方案，就是当你的宙斯你是要假那种哦，假就霸那一种，就是要吃的很猛的那一种的。我们宙斯还有另外一个方案，就是 i7 的，还有更高规，你想要多高规都可以帮你做高规的宙斯，有超级宙斯啊、哦、无敌宙斯哦，还有猛猛的宙斯，当然也有阳春面宙斯啊、哦、你要阳春面宙斯版本，我们也帮你弄个阳春面宙斯版本啊、哦、就是39000元就够用的一个版本。那当然硬碟你会觉得不够，你希望录很多存档，那建议你就加一个固态硬碟。那么另外呢，你还希望就是说能够，我现在一个宙斯就直接播两个平台哦 ，YouTube Full HD、FB Full HD 哦，这边大概是这样子。啊，林老师，你有没有问题要问呢？没有问题要问吗？那也大家测试一下声音哈，现在是 SGC598，SGC598 距离一米的声音效果，一米半的声音效果 ，SGC598 前面有个G，后面有个8。SGC598， 好，那我们现在先再跳回手机这边的声音。手机呢是台湾对麦克风，台湾对麦克风，台湾对麦克风，画面切到我正面来。好，台湾对麦克风呢，这个可以说是就是说，为什么懂哦？为什么这阵不用？为什么这阵不用？没有东西我怎么卖？就这一阵都不敢讲啦，因为那个就被盯得很，被那个追货追得满头包。那全台湾的这个 TMW 的量我们都吃下来哈，我们都吃下来，目前有多少我们就吃多少，因为东西真的是很厉害。那当然啦，一定会有故障的哦，哈，不可能没有，没有那种100%的东西不故障，有故障品呢，我们会帮你立刻维修更换，不用担心哈，不用担心。那目前回购率相当的高 ，TMW Dash One 预计在希望这周的周末能够顺利产出啦。然后现在这个礼拜呢，在赶工那个发射机哈，就是你们的第二号机发射机，那么这礼拜会赶出来，那月底呢才会再赶出下一批的全套机，好，下一批的全套机，好，在这边跟大家预告。那声音、收音、灯光，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要讲的啊、哦？穿戴啊，再来双手持装置啊。双手持装置呢，让你弄得更专业，套在这上面你就更专业、更猛、更厉害，好、哦，更猛、更厉害。TNW Dash One 麦克风哈、哦，在这边哈、哦，给大家推荐哦，真的很厉害。啊、哦，这一支，好、哦，双手持。再来呢，你也可以选择这一种的。这种的鸡爪放在下面，你可以折起来。鸡爪有十几种啊，哦，各有大小不同。那么最方便是这样，还可以扣腰，它直接就扣在腰上面，你就可以很方便的工作，非常有工作品质。再来就是穿戴啊，对的，我昨天被人家笑，他们笑我说那1000多块的那个 GH5 镜头，还有2000多块的。3000多块 GH5 镜头，他们在笑，没有这个东西吗？有，在这里，这一颗是33mm f1.6 大光圈，1000多块钱，1680元，哦，那基本上就是昨天啊、前天的那个 GH5 就是用这一颗拍的。那另外这是25mm 1.8，它带有 macro 好、哦、微距，大概那么近。那么这3680元，哦。还蛮利的哦，在 6K 的表现跟 4K 表现都不错哦，有这个东西啦，不是乱讲的啦。他们说怎么可能大光圈定焦镜这么便宜啊，就是这样啊，因为它手动的嘛，1000多块，3000多块，好，顺便试麦克风，顺便拉比赛，嗯，好，四分之一孔架跳到这边来，四分之一孔架是黑色的，那因为怕你们看不懂，我们拿原件齁、哦直接套在这上面，拿元件直接套在这上面，让你可以看得出来它有三个四分之一孔，用意是要用在干嘛呢？让你能够做穿戴、哦、
可以做穿戴，穿在身上用的，哦，穿在身上用的，这里穿一个，你可以穿在这边上面，下面再穿一个，总共会有两个穿戴，这样穿戴，好，哦，麻烦往你前面看哈，哦，现在在试，这样就可以穿戴，穿戴也解决了。双手持很多版本了，啊，另外一种穿戴是用这个东西，我们用一个这种背包哈，然后前面把它扣起来，扣起，把它扣起来，扣起来之后呢，这个上身，然后呢，你的那个 M4 插下去 ，M4 插下去 ，M4 插下去就行，那你就可以像那个香港阿蛇一样啊。啊，哦，对对，就这边就会有东西了，就会有东西了哦。好，那再来，再来另外一个是这一种，它这个也可以放在腰上面，放在腰上面，哦。另外一种是这一种，这一种呢也是靠腰、靠胸都可以。再来是靠胸前的这一只，这一只呢是比较怎么讲？这一只是靠肚子，哦，对，是 靠肚子，靠在肚子呢，哦，然后你把你的稳定器绑在你的鸡鸡的上面，看你就红了，哦，那你也可以背在前面了，当然是可以的，是可以背在前面的，哦，因为它这个是可以靠腰的，哦，那怪机是拥有全世界最丰富的 M4 套件，那丰富到什么程度呢？原厂都没有，我们自己做，原厂都没有，我们自己做。那将这些东西整合到这个程度，那我测试一下，现在有点 worrying 的 auto， 哎，现在是声音有点爆，你有拉下来吗？其实没有爆，它只有警告你不要再大声了，啊。它很厉害哦，是睡眠不够力，它就给你 worry， 声音太大声，它也给你 worry 啊，然后那个频宽不够，它也给你 worry， 然后就搞 worry 你，哦，啊，当然了。他以前的那个刚出来的那个软体呢，哇 ，crash 很严重，把它拉到最 run 啊，那个好最 take 最 run 好。那各位看一下哈，看340呢，我们这样的距离大概是1.2米，那么就可以完成三人份的一个拍摄。在这三人份的场景当中，透过光线的一个调整，你可以做 take。那么看340呢，我只能讲一件事情啊，现在无敌啊。现在无敌，我们来比较一下罗技公司的画面，来 take 罗技，好，罗技，好，这是罗技的画面，好好好，这是被逼下回，我也不知道被逼下回，哦，一种 LP 比鸡腿的感觉嘛，哦，那个再来 take 30，哦，你看那八色啦，啊，再来多啦，要修，有看到了，有，好。那我们把340提升到 4K， 先把 Cam 拿掉 ，Cam 2拿掉，然后我们再把340提升到 4K， 让大家看一下差异，可以 Nan 吗？要到 Input Nan 掉。好，那杨俊坤你好哦，尹业达你好哦，小龙你好哟，何导宽导你好 ，Iron Fan 你好 ，Alan 笑你好，收音算强是是是，谢谢支持，谢谢鼓励，有任何问题可以问哈。现在 4K 吗？好，准备上 4K 来。好，现在跳 4K， 那跳 4K 几个原则告诉大家哦，宙斯这部电脑跳到 4K 之后，它的 CPU 居然只涨了多少？ 79、78，有上81、80，有微幅上扬。上 4K 几个好处，上 4K 上 4K， 还论运来，来用论的。我刚刚讲过了，是啊，他说有吗？用论的，用论的。叫吗？最慢的论，来下拉下来，哎，右边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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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边，这个是快，那是慢了，这是快，这个。好，那你我听你的那快，那你那边是快，好，再来慢，慢论来。吃饱未？boss 无遐搞，无遐早食 ，boss 食饭时间较晚。好来，光线再调一档下来，光线再调一档下来。
你如果有两个人，像我一个人就抄得很好，我不需要。但是你们不能每个人都没有，不可能每个人像我们这样那么熟，所以你最好训练一个专人再来 follow 哈，来手动追踪来。莫根，你准备追踪我哈。好，哎呀，大家好啊，我搞追哦，这足搞追，你看足搞追哦，足搞追。哦，这个追，哦，安尼买追哦，猫跟你手残了你，滑鼠不好，滑鼠太烂了，啊，哦，我甲你讲，人客我甲你讲，这个吼，这个物件吼，买落去家底吼，摄影师接动哦，吼，摄影师会等你接动哦，哈，哦，恐怖到了极点哦，好，那么这个告诉你一件事情，科技日新月异，如果呢，你不认。真的去看待科技对你造成的影响，科技一定淘汰你啊，哦！因为真的啦，太快了，我们都不知道 i5 的电脑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效能。我们之前都完完全全不考虑 i5 的电脑来当做直播的设备，没有想到 Intel 公司居然呢，为了这个直播这个产品呢，开了一个 i5 的 CPU 来做这个效能上的提升。猛猛的在今天呢，我们不相信，现在也得相信 i5 今天顺利的把啊，五个画面偷偷跟你讲，五个画面放进 i5 里面，居然呢还会动，简直就是太厉害了哈。那跟大家讲就是说Pen340 呢，我们再来个猛录音好了，录音到我的头壳小好了，看一下，再录 ，Oh my god！ 我跟大家讲哈，它比 Mivo 厉害的地方是它的 Run In 呢，画质比 Mivo 好很多，好比 Mivo 好很多。那么它还有另外一种 Run In 的方式哈，来用再用那个 PTT Run In， 好看它能 Run 到什么程度哈 ？Run 啊，我们 4K 不给 Run， 对 ，4K 不 Run 哈，那么 Full HD 有 Run 哈。啊，轮啊，依然呢，炯炯有神啊 ，SG7598 麦克风在这边帮大家把拉到最烂好，用轮的，用电动的，啊，这是慢轮，那叫快，这是快轮的，中等，在最慢的哈，中慢，那是快的，啊，不行，啊，最慢的轮来。轮了，慢那一块，快，好了，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M4 在明天最后一天的优惠呢，请大家多多的支持。那 M4 呢，在这段时间呢，带来的是带手机画面好了 ，M4 这边的画面。现在这个是逆光哈，那我们来个这个 backlight，OK，okay，来个佛光好了。哦，佛光，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Money baby home， 我看别家吧，啊，佛光，啊，头壳桥的日出了哈，这称之为头壳桥的日出，好，头壳桥的日落，这顺便验证一件事，这个镜头哈，它这个是一个职业用的直播镜头，它不会有那个光斑耀光的问题，啊。它直接拍不会出现灯点一点一点，那现在这个瀑布的原因是因为镜头转油都没清啊，太习惯，我告白。好 ，M4 在明天呢，最后一天，请大家加油。一共呢，在这个111的档期呢，创造了138支的订购记录，目前数字增长中。如果你的朋友喜欢，不要客气哈。从迈向200台的记录，哈，冲刺中，哈，
那么现在呢是 V20 搭配的幸福广角镜，搭配的这个镜头，然后呢拢是油啦，真酷哦，恁那手真吼，拢去蒙镜头。手机嘛是油呢，手机嘛油类的，哦，手机嘛油类的，倒歪去啊！好，谢现场。不够。樱桃上是换成大镜。启动。再启动一次。对。好，撞车哈，大家记得撞车的时候要闪哦，要闪。那么这一台是少数呢，拥有什么功能呢？就是遇到它遇到那个过载的情形下，它不会帮你机器烧掉。有很多品牌，当你忘了关机的时候，它就会有过载现象，就会烧机。好，刚刚我们这样过载之后呢，它就会怎么样呢？它就会关电，它就会关电。就会关电，过载下它就会关电，来保护你的设备，避免它马达烧毁，避免它马达烧毁。好，差不多了哈，时间到，幸福企业8点准时下班，好，希望永远都可以做到，希望永远都可以做到。好，再展示一下它的功能，它的情况啊，给大家看一下。嗯，灯太亮，你们看不清楚。好，准备看一下，无线麦克风，好，无线麦克风，无线麦克风，我听你二代灯，会计师专业配重，好，撞到了哈，撞到了哈，撞到了，这边撞到呢，3秒钟，好，它会进行所谓的保护，那我再教大家哈。如何避免撞车，就是这边可以移动的，这边把它移到左边来就好，这边往左移哦，看一下。我们移到最左边，避免跟那个你的那个手机哦有互斥跟干扰哦，这样的干扰。好，那调出一个好的位置来，好看，这样就完全不会弄掐了。不会弄掐呢，你就不会有那个过载保护的问题哦。那过载保护是一定要的，好，因为确实有一些机种呢，它没有过载保护而造成机器直接就是烧马达，哦，有过这样的一个案例，因此过载保护变得非常的重要。你可以想象哈，我们家的同仁呢，他去在日本去旅游，他的稳定器在包包里启动了，发生什么憾事你知道吗？整只烧烫之外呢，最后烧起来，那么他顺势呢就在那边煮起烧酒鸡吗？还是做羊肉卤呢？没有，赶快叫饭店来，地毯烧个洞，人还在现场，那么他一定不敢出来作证，没有关系，好，这是他们在日本丢的脸，也就是说没有过载保护就有烧鸡的风险，好，最后确认，记得哈。你如果是在这个形态下要给那么多的电力分散到手机分散到其他地方，你一定要挂行动电源，你千万不要 TK， 一定要挂行动电源哟。哦，好，3/4孔支架，配重，补光灯，无线麦克风，台湾队无线麦克风，台湾队无线麦克风，在这边交完毕，后面呢准备再教大家下一波呢，我们在明天呢抽时间教大家什么呢？玩什么呢？摇臂啊，五郎八卦棍啊，还有穿戴式装置，还有第五轴，它还有一个第五轴很厉害的第五轴。这个是很猛的五轴，装上去之后呢，大家看这个。看到
这怎么这动作越看越奇怪？这动作怪怪的，有点不雅哦。那看你怎么想。哦，他就走路的时候就会帮你取得上下猛猛的。第五轴，明天做介绍。好了，宙斯这部电脑呢，在这边谢谢大家的收看哦。捷源电脑宙斯，那么直播电脑这一台的性能呢，初步还不错，明天就准备 4K 猛猛的折磨，明天进行多路 4K 的猛猛折磨，看它会不会死掉。如果不会死掉呢，哇操，那就省太多钱了哈，省太多钱了哈，可以省相当多的钱，你在这个投注的经费上来讲，可以大大的减少你的这个电脑支出，哇，太棒了，目前来讲没有落苦哈，没有落苦。咱们这个厂子呢，一直都热不起来哈，问的人少，看的人还有哈，每次结束大概都还有千多人哈，还有千多人，那希望能够在大家的帮忙下哈，那把厂子弄热，我们将来借器材才会好借，人家才愿意借我们。啊，最后念个经给大家，用摩根，我们用电脑哈，我们用这个手杯好了，功夫，然后。现在是我的无线麦克风声音吗？好，无线麦哈，顺便补个光哈。那我念个经呢，叫做《摄影阴经》。好，来看一下，《摄影阴经》。摄影阴经，哦，这个经典呢，哦，流传于世45年，从来没有出现过。哦，在45年来，它从来没有在这个地表上出现过，是因为呢，我呢心血来潮，从脑子把它给挖出来了。好嘞，怕你们没人要听，刷不溜吧，就自己在那边搞。好了，没有了，这只是一个，就是说，摄影工作者他平常要面对的事情，我把它做成口诀。让大家利用这口诀在工作上避免什么呢？疏忽、忘记，还有出错。摄影印经，哦玛尼贝咪吽，口耳传播文字，音音多媒体，传播在改变，万物众生皆迷惑，全身贪恋身光色衣，音印一书波大景深，人才时间无限创作，是景千是动力，全面数位大智慧，媒体多元无缘否决，是创作是考验，跨国企业权力参与，广告利益中任目标。哦，这就是在讲那个整个大环境的变化，从传统的纸媒到新媒体到电视媒体之间的板块改变。那另外还会讲到收音声经，哦，声经声音的声，收音监听麦克风，音效调整混影器，多柜降噪录影机，铜圈点容麦克风，直向全箱麦克风，强性迷你小米风，有线无线麦克风，索尼博雅森海瑟萨拉莫尼克，好烂啊。在讲的这另外一个就是光晶哦，声光色艺，还有色晶哦，是比较好理解哦。调光调色靠猴子，云晶 Go To 可调整，动画特效信息书，合成电脑好莱坞，新闻活动纪录片 ，MV 广告微电影，综艺美食各场秀，爱情动画成人片 ，EDS Final Cut Pro， 威力导演 Premiere， AE 动画 Adobe， 设计师光光即时色。多学多问多学习，集成作品赚大钱。Oh my baby home， 好，声音测试 OK 吗？好，就是给我们的那个新进人员的笔记，好，给我们新进人员的笔记，就是说他在前置可以找些什么东西，后置可以找些什么东西，拍摄之前要做些什么呢？也有一个叫做拍摄的一个口诀，让你在准备器材的时候呢，做一个应用。哦，那当然就是说这一类的这个。这一类的这个文字记载呢，并不容易去记，所以我们把它弄成像这个绕口令之类的这个经文嘛，哈，
给大家去这样新人去背。好，拍片准备要注意，专业技术请练习，时间器材现测试，电池镜头记忆卡，充包电请干净啊，器材清单做仔细，天气预报看小心，交通安全多留心，人员出席需准时，现场沟通讲礼仪，作业效率抢第一，灯光运镜重美学。这里还有一大堆，就是包括就是说他在拍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会疏漏的，还有一些错误的，那么透过一些口诀让他平常看一下，因为真的这整个东西是我们整个摄录影传播行业当中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流程呢我都把它弄成一个简单的这个背诵。那么这 你们可能不知道整个环节里头我们有这么多事要弄啊，整个拍片的过程有这么多事情要弄，这么多这么多啊，那我整理的三分之一吧，就是后面就是要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弄完整之后呢，你在工作上来讲按表操课，每个部门拉一张，那么都有他的 SOP， 那么 SOP 就变成口诀，口诀之后将来就会好做事。声音麦克风测试完毕，好，谢谢大家。那我们播一段 VCR 看看它会不会当掉，然后准备收播。那今天主要目的在测试这个宙斯电脑它的好直播这个好了，哎，这个不要不要，现在，哎，上面那个好了，好单个好，然后播出。